Hello，大家好。你说呀，他是上节目都不洗头的晶晶。你别这样，我每次准备当天洗头的。这一次呢，离我们上一次开箱好像很近啊。哎，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发现我们开箱每一次都这个品种跨度都很大，对不但对？有个共通点，它是国产的。国产的 Gamker 机器人 EX 啊，我们这一款拿到的它是木偶操控版。上次我们开心坑上面也有介绍到啊，一个是木偶操控版，一个是完全体感版。有然后什么区别吗？那一个是用木偶那个木偶架子操控，一个是你穿在身上，你怎么动机器人就怎么动啊。体感版呢，它还发售要比这个要厚一些，所以呢，我们是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提前拿到的东西了。好吧，今天我们来拆这一盒，非常的沉啊，这里面它这个外包装啊。说咱们国产的东西呢，一般这个外包装啊，还是非常给力的啊。是挺好看的，高大上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开这种有点类似科技产品的东西。啊，我一直以为这是现在小孩子的玩具。不是吗？这个是拼装，这是啊，这这应个该是是。板件，这个是板件，来拿着，这个应该是它的本体了，拿着吧。哎，啊，这里面这就个没有。最长。整个包装箱里面就是分这三盒。一个是板件，是遥控器机器人的本体了。我们先拆开看一下吧，先看一下板件吧，好吧？我比较好奇这个东西。那个，这个胶味儿，是熟悉的胶味儿。它是隐藏水口的，是隐藏水口，是隐藏水口。它这个金色做的还不错，但是这这一个个，金色，我这看个到，感觉还是很好的，我觉得。你看到反光的小点点。拿到镜头前面去，给等大下，家展示，不太是？特写，你现在其实也看不太清楚。一会儿我们我半个小进时个，跟你做完。我们看下这个。其实它这个造型就是那个这个叫木偶造型。哦，这样子的。这个是啥？看到他们实际操作，这个东西呢，哎，怎么我？哎，它下面是有个吸盘吗？我刚想说腰带一样戴的是戴在腰上面的，哦，它底下是，我以为它这个变成雷神之锤了呢。你没按起来的那个，那这个是啥？假面骑士腰带，系谁身上？系谁身上系谁开系谁身上呗，哦，随时到的，头了，肯定可以啊！我腰怎么不可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宽嘛？这估计就六七十。这有1米了哈，我说，哪有一米啊？这拉出来都快比你人长了，你。你再说。好，不跟你杠，你这个杠精真的是。反正这个东西我们一会儿全部装好之后给大家是吧，演示一下。不，他不是说对战机器人吗？只有一个，能跟谁打呀、哎，看到节目最后。啊，它里面的分布是这个样子的。它这个好沉呐、啊。你拿不动它，哇，这个是上半身，哇，这种科技感的声音，它这个轮胎不光是前后左右，它还可以横向，这是啥？啊，对，这其实是它一个骨，现在还是骨架状态啊，它会跟这个。那如果你看高达的话，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你哎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雏形啊？我觉得当时我们在那个发布会上面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还是很有它的玩点的啊。我们那时候哪我有这小个时候东只西？有机这器人玩狗这狗，哎，你还啊，你也有机器人狗啊？我们那时候是打弹珠，那是更小的时候。那是更小的时候，把它全部装起来吧，好吧？好啊。来。
开始了。开始了，知道为什么他变成泡芙纸了吗？因为我洗了个澡。那这个展示之后呢，其实已经过了一天了啊，经过我们简单的调试，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动。我们为什么在地上玩？在地上玩就不好拍了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这个东西我怕它把它飞出去，这样等下摔在地上不大好。把这个打开吧，你看它亮了呗。好，可以。sorry， 我再挪一点。为什么它现在不动了？这是它的准备动作。哦，它的剑呢？哦，插盾里面。剑盾里面，可以了吗？好了。我要把这个插到，把这个很容易插到它自己的轴。平时大多时候跟人对战的话，你手都是举起来的呀。哦，先看一下手臂平台哈。手臂平举最高90度。来个打空。现在好一点。脸掉下去了。好一点，你。我们桌子好小。你别搬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是移动，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桌子太小了啊。好了，那个经过是吧刚才的那个演示是吧，大家也可以就是比较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木偶板操控是什么样子的。那只是这个呢，就是比较照顾到我这种体力不是很够用的这个中老年人，确实是一个不够。感觉好空虚。是，你看这期节目是不是感觉就是是吧，空虚不够。所以呢，我们找了一个对手，好吧？这个对手呢，就是来自中国沿海一带的，一会儿看到视频最后你们就知道是谁了。这个产品呢，它这个木偶板官方提供了这一个外甲，这个是它默认的一个造型。如果是说你自己想喷涂啊或者怎么样的，都是官方完全是鼓励的，官方也会推出其他那个造型的外甲，哎，可以让玩家自定义。以现在这样的一个雏形，是不是说以后出个大的，哎，出个体感版木偶板，目前的售价是2190吧，差不多2200的样子。如果加入电子产品再加入这个模型这个元素，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实际上真的算不上多贵。工匠社它官方呢也是会举办各种线下比赛俱乐部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赛都是有奖品啊，这样刺激玩家。我觉得这不就是你的大宝贝吗？不，停一下停一下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的分享就是这些。大家还想看什么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？不要玩的话，我们也会是吧，尽可能带来更多的分享，好吧？那个以后上节目记得洗头，知道吗？我洗了，昨天才洗，哦，前天才洗。我的妈呀！那么好了，我是花花，我是晶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怎么不让他一起摇？我是花花，我是晶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很想砍人。老大，我们好像收到战书。别急，其实我早已察觉到了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这股斗气。还说如果我们输了，就要在这里吸毛管够，简直欺人太甚。岂有此理！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。